我们给它买了一些新鲜的鸡肉和猪肉，它的食量很大，每天需要进食一只鸡和一斤猪肉，经过几天的喂养，它的体力逐渐的恢复，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。 它是一个极度濒危的一样这样一个物种，全球的种群数量呢大约在2500只以内。那在中国呢，它的分布主要是在我国西藏的南部地区。那本次在云南省的这个发现呢，它是我们云南省的第一起记录，是我们鸟类的一个新记录。